嗨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又再来记录一下我们这一颗，我第一颗做实生的莲雾苗，然后我把它嫁接果园里面的飞弹莲雾的接穗啊，第一颗啦，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颗，然后之前就送回来口湖一丈家，由一丈接手种植照顾。那你看看目前的这一颗。十生苗的莲雾嫁接飞弹莲雾接穗的莲雾啊，目前已经长得很大啊，已经有一个半的人高哦，或是快两个人高的高度了啊，高度。所以搞不好明年的那个产季的时候啊，会开始有来花啊。但是飞弹莲雾的植栽在我们云林县的口湖乡会长得怎么样，这个才是我们最主要观察的，合不合适。然后有没有适地适种啊？不然的话，现在植栽长得相当的棒啊！这是完整的一颗嫁接的飞弹莲雾啊，是从一颗实生的莲雾的种子种出实生苗，再取枝条来嫁接啊。那目前的这个树的样子是由一丈管理啊。那如果是其他的，好朋友可能他有其他的不一样的流树式的一个样子啦，那我们就做记录就好了。那蹲下来看一下啊，底下的枝干还有上面的一些枝条的样态。啊，现在是12月1号，那目前有一些嫩芽的枝梢在发育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一颗十生苗嫁接飞弹莲雾接穗的记录就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